蛇又唔夠啦，行一個牽羊，佢仲問你喎，行一個都問你喎，我睇蛇啊，我都唔識。你係咪成日睇住佢？冇啦，佢睇住我啊優。你你點知佢睇住你？你冇睇佢。因為演咩都睇知噶嘛。你真是講多嘢，因為演自己度，下頭咧真係出錢。我呢個咧，打輪一鐘，我仔做得好少。係你好，跟住瞓喺地下咁打打，唔係攞自己一樽，一樽我用到一半，又唔見咗，唔知邊個做咩咁樣嘅？我哋去做 friend 啊，好多樽，收收收，唔知邊個收。你念你嘅名咯。我話自己做。我覺得我念一個名好啲，係我哋嘅嘅拉曼，我係睇下嗰度，因為全部都一樣用睇到㗎。個蓋嗰度你唔係啦，索性係唔喺嗰度啦。招財有你個名好啲嘛，有你能量嘛，我唔用咗噶啦。話之唔好睇，念住好嘛。OK， 你們一邊做我一邊講解啊。你們沒有聽過這個精油講解對嗎？有，我想知道。OK， 梵天生呢，在自古以来，它叫做液体的黄金。没有，没有。啊，黄金天了。这种妖女，你她会帮你招好的咯，钱财方面的咯。但是在另外一个另外一个能量界来讲呢，它可以强化你的 aura。aura 就是我们的能量圈。啊，知道什么叫 aura 吗？不懂。磁场，所以我们的磁场哦，我们用眼睛看不到，但是那种做禅修的人他们是看得到的，就是你的光圈，你的光圈多大多稳固，所以这个精油它是可以巩固你的磁场，怎么说呢？我来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，我自己本身亲身经历的啦。我那时候我在2019年我发生一个严重的车祸，然后我的车哈整辆车是都被 lost 了，我都是当场就坏掉了，不能在家里再修了。所以你看这个车祸严重嘛，但是哈我整身是哈毫发无损的，我连黑青都没有，算什么呀？但是那时候发生车祸，我是真的很怕，因为我觉得这是完蛋了，那个车，因为它一直转，它不能停，那个 brake 它的 brake 也失控了。所以那时候他整辆车撞到烂掉的时候停下来，他说真的还活着。然后那时候我是会一直发抖，那个手啊脚都一直抖没有停哦。然后不能哦，你叫他停他也是不会停的，因为太怕了。所以那时候我是去机场接老师，然后我的老师看到我这样，他就讲你说身上有没有带乳香？我去哪里我都是带乳香，因为知道乳香它很好。我讲有，他讲你快点涂乳香。我只是滴在手啊，五六滴，然后我就涂在颈项，涂在胸口，然后就这样子吸收，立刻就不抖。然后说它可以巩固我们的整个保护层。乳香，对。那它本身对心脏血管都很好，血压高那些它都可以平衡啊。然后它可以旺财气、旺能源。在古时候嘛，是皇帝才可以使用。皇帝啊，圣神贵了，这个乳香你讲几百冰身咯，不是最贵的，但是它算是昂贵的精油，324，那12月还要起价哦，啊可以快点买，324哦，所以它这个哈、在以前那个耶稣圣人诞生的时候，中国三位圣人啊，漂洋过海去到耶稣住的地方，送他的三宝之一就是乳香，梵天生。所以他是耶稣，所以我们放在这个招财里面呢，它代表黄金的意思，黄金的意思啊。Okay, 然后再来就是檀香啊，檀香有些不认识，华人都认识啊。檀香，神庙神像都是会用檀香嘛，自古以来它都是很神圣的东西，它是招财、去霉运、辟邪的东西。好，所以如果我们有时候感觉去哪里啊，毛孔张，赶快拿檀香出来，檀香，檀香，所以它可以就是去掉那些我们 SAN 的湿气，三道纹，它可以根本的，我自己本身呢是很怕的咯，檀香随便闻闻，檀香啊，会感觉到那种阳光粉粉，小时候都会有这样，所以我不敢出门的以前，只要太阳下山我就不出门了。然后我家灯要开到完，厕所的灯也要开到完，晚上睡觉也是要全部开到完。所以身上是就给大喊这样子的，那种整天开灯。OK， 所以我用了这个精油过后，我有发现到改善，不是我发现，是我儿子发现。还有妈咪，你以前不敢出门的，要开始来擦油。
这一六点我就到家了，我没有出门了。阿彪，太阳下山前就要回到家啊！但是现在我没有这种感觉，不会那种怕的感觉，因为以前一直有这种感觉。所以那时候我去上老师的课程的时候，我就一直用铜响，涂在耳朵后面、胸口，强化你的能量。说铜响有招财辟邪的作用啊！好，你容易受惊吓。对，我没有加椰子，因为我很喜欢那味道。然后该 Geranium 还记得吗？对呀。Yes。OK。Geranium 它本身呢，它也是招财的，它也是招财，但是它在招桃花运，人缘是比较强的。难怪呢，桃花运。哈哈哈哈哈。一直有人盯住你。哈哈哈哈哈。是花太多了。不敢查太多，等下很多乌云。对。所以桃花运转另外一个方法方向来看呢，它是旺人缘的，人缘，人缘就是财源呐、啊。然后它是有说服力的，如果是做 sales 的人呢，他讲话、哦、比较有人要听，啊，然后也会比较吸引人家的目光听你讲话，他有这样子的能量哦。然后他本身也是杀菌的，啊，去蚊虫，去那些不好的乌蝇。然后过后它本身也是平衡荷尔蒙的，给皮肤带来美白细致的。然后说 这瓶招财的精油你多用，皮肤也会变白变美。那这不是要查全身？啊，你可以啊，你可以要用这么大瓶哦，我整天都在做。哪里可以？哪里可以吗？不能啊，这瓶精油要用啊。拉谁呢？所以这个呢，他本身用他，我有一个顾客啊，他给我的 feedback 就是，他讲他每，因为他老公很忙，每天做工回到家就是很累，睡觉，再不然就看报纸，也很少跟他讲话。然后他跟他讲话，他老公就觉得很不耐烦，你整天讲那些沙不浪唱的耶，他男生是不喜欢听这些的嘛。所以后来我就鼓励他用这个精油了，他用了过后哈，大概一个月，他跟我讲，哎，慧玲有效嘞，我老公现在比较有耐心听我讲话。就是我可以讲到完，他才去睡觉。啊、不然以前他会觉得，哎呀，你没工分都没少，啊，都会在耳朵上卡的咯。所以就是人家会比较容易听你讲话。你不是说另外那个？可以，快点给你摘叶，没有头发，可以吗？这不就是你头发？我没弄，这头发是啊，你们可以领老师。然后还有没有？我讲，我那个我都也讲啊。我不会跟房子给我不摸起来你们这个几杯瓦尼拉它是很香的嘛，甜甜香香的嘛。所以其实在之前我们那个战争时期啊，有一个其中一个引发战争和抢夺的这个事件，也是因为瓦尼拉，因为瓦尼拉是很稀有的植物的。OK， 瓦尼拉如果你去买瓦尼拉冰哦，它一条就这么细，应该是这样细啊，这么细，然后它就这么长，所以你买两条大概是买70多块。如果你去买真正的瓦尼拉冰，啊，你去 bakery shop 买的什么瓦尼拉包的全部都是假的，因为市场上95%的瓦尼拉都是假的。哎，啊，然后采瓦尼拉的这个地方呢，他们去采的时候是需要有玻璃盖的长枪，因为有人会来抢。所以你看它是多么珍贵，这样不能大量种呢。都是招我做海洋。很能种 ，OK。然后呢？